你就牵手了，兄弟。粉戳个洞，人家有一个可以转的。不用啊，我就直接买一块板子，然后有那个。那你就把这个反过来，就是个桌子。那把它埋在地板里面。就再把它藏进地板里面，这就是桌子。还有自卑家，自卑家，完美，经典设计。